来自地球母亲信息。一、关于心灵陷阱。通灵帕梅尔·克里亚。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地球孩子们，我是地球的声音，我欢迎你们。我是你脚下的土地，支撑着你以及赋予矿物、植物、动物和人类活力的意识。我存在于一切生命形式中，我滋养你并流经你。感受我的能量流过你的身体，流过你的静脉，流过你的腿，直到你的腹部。放松我的能量，感觉被我带着。放下你作为一个人所感受到的所有紧张，这些紧张主要来自你的头脑，你的思想。请注意，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有意识并且能够感觉到，即使是最密集的能量形式，例如石头，也具有意识，而这种意识总是包含意义，感知什么是好或坏。这种基本意识存在于所有生命形式中，但除了人类之外，这些形式都没有思想、思考意识。思考的能力使你有别于所有其他生命形式。暂时意识到隐藏在头脑中的力量及其思考的能力。思想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定向，它可以面向外在事物，例如努力实现某件事，也可以面向内在目标。另一方面，植物和动物王国允许自己受到固定节奏音乐的影响，这是他们本质的一部分。他们按照这种节奏和本性生活。对人类来说，则完全不同。人类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和走上新的道路。多亏了思考，他才能考虑并走得更远。然而，思考能力也有一个潜在的陷阱。透过心灵，人类可以将自己视为与自然界其他部分分离的生物。但当一个人这样做时，他就赋予了头脑太多的力量。人类因过度重视思想而陷入了这个陷阱，从而损害了自然的养育能力，以及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生命的连结。因此，虽然思想具有巨大的力量，可以以积极的方式使用，但这种力量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他想要统治生命、控制生命、操纵生命，却忽略了生命的自然节奏和流动。感受一下你内心的这种转变。你也有与生俱来的本性，就像动物和植物一样。这个本性不仅来自你的尘世身体，无论是男性或女性，这种本性也就是你，也由你的灵魂赋予活力。这种本质就在你内在，一种属于你、适合你灵魂的自然节奏。我，地球，热烈欢迎你的灵魂。我需要你的光。你们对我来说非常关爱。我愿意作为一个灵魂，作为一个宇宙存在与你一起工作，我们可以共同创造一个新的现实。当你的宇宙光接触到我时，它就被接收到物质中。你们的光比地球上任何其他生物都具有创造的力量，透过我们的合作，新的意识路径可以在地球上出现。凭借你本质上的灵魂力量，你向我，地球发射出光的火花。你让我充满了你的光芒，这就是意图、目标。然而，思想，连同它的思考能力，已经成为一种过于独立的力量，会造成你的灵魂与我的合作和流出的中断。感受一下你内在的这种自然流动。作为与地球相连的灵魂，你的本性是透过你更高的感受来揭示的。你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更高的感受，并且能够听到你们灵魂的低语。他们温柔地让你知道你被什么吸引，
你感觉到什么？这属于我，这适合我，这对我有好处。或者有时你会听到一个温柔的声音对你说，不，这不适合我，那不适合我，它不属于我。这些关于你的内在本性，你的灵魂的温柔低语，经常被你的思想打断。你的思想具有更严厉的能量，因为驱动地球上许多思想的力量是恐惧。如果你想透过心灵的运用来控制和引导生活，你必须不断地调整和改变生命的自然流动以适应你的意志。透过这种方式，你与生命和自然做斗争，这就是你们许多人所发生的事情。你留在自己的头脑中，并从那里尝试驾驭生活，但最终这种生活方式会让你感到沮丧，因为它不起作用。你需要做的就是深入自己的内心，所以现在就跟我一起做吧。从你脚下的地面感受地球的能量与你连结，并在你体内流动，透过你的腿、膝盖、大腿进入你的骨盆区域。欢迎你来到地球，感受到我的欢迎，我很高兴欢迎您，并为您带来您需要的东西。让你的意识从你的脑海中飘走，用你的意识静静地进入你的心脏区域，感受那里柔软开放的能量。这就是你，一个降临到地球的宇宙存在。透过与我地球的自然合作，你才能实现你灵魂的命运。感受你内心平静的流动，现在注意这种流动与试图思考一切的能量之间的差异。思想常常是焦躁、紧张和混乱的。以非常客观和中立的方式观察这种心理活动。也许您将其视为一股能量流在您的头部周围或通过您的头部。感受这种能量，它的振动频率。感觉它比你内心的温柔能量更粗糙，更不精致。现在用你的整个身体连接你的心，让你内心感受到的温柔像光毯一样完全包围你。友善、开放的光，感受这光如何适合我、地球，它如何适合我，并感受到受到地球的欢迎。想象一下，在这光的包围下，你渗透到我的心，这个地球。你确实下降到地球深处，到达我核心的能量水平。这样做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感到压力，而是自由的，因为当我们的能量一起流动时，你认出了我。更深入地渗透到我的能量场的中心，进入我的内心，感受我是谁。如果这对你有帮助，请发挥你的想象力，找到一个能代表我的形象。例如，以动物或植物的形式。例如一朵花或一棵树。来自地球，来自大自然的东西，能让你在想象中与我连结的东西。透过这个图像，我的存在，我的灵魂向你揭示。我想与你分享，与你联系，所以让你所看到的对你说话，给你一个讯息。它不一定要透过言语，它可以是一种能量的转移。感受一下你是多么受欢迎。我们需要你在这里，我代表非人类自然中的许多生物发言。动物、植物、岩石、森林。你的灵魂之光在这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欢迎，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空间容纳这种光。这种光现在可以连接到地球的现实，并导致事物改变、移动。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新的转折点已经到来。人类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改变，还有很多苦难。但也有一些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对他们自己的光持开放态度，
并承认我是志同道合的人。我想对你们讲话，特别是你们中那些发现很难在地球上投生在一个身体中的人，我邀请你们提问和发出你们的光。我们需要你。我，身为地球，拥有强大的力量。一种自我治愈的力量被提供给所有拥有地球身体的生物，这种力量也在你之内。感受一下你体内的这种正面的力量。我给了你力量，让你能够平衡和治愈自己。作为回报，你为我、地球和所有生活在我身上的生物带来了一些东西。一种新的、创新的光。你需要我，我也需要你。这种需要不是为了填补空白，而是提供一种快乐的合作之舞。我问你这个，相信你的心。要知道，在你与我、地球的连结中存在着智慧的源泉，它不在你的头脑中，而是在你的身体深处。相信你身体的节奏和本质，让你的光流入地球的集体意识。我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们，也希望你们更信任我，因为我是你们这次创作的伙伴，我一直离你们很近。我全心全意地感谢你。谢谢收听。感恩祝福。来自地球母亲信息。二，关于生命之药。来自天使与光疗。我，宇宙，子宫里亲爱的孩子们。我是盖亚，地球母亲。许多人想知道，这个星球正在发生什么事呢？许多人认为我正在惩罚那些我深爱的人。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为自己辩护，或道歉，或是原谅我表面上发生的事。行星扬升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看看我的身体大小。你在我面前实在太渺小了。以比例来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任何事情都会极大地影响你，因为它不可能因为我的身材而有所不同。我希望我能在不改变一粒沙的情况下完成这次攀登之旅。我希望我不需要完全转换我体内的负面能量。我希望我不必感到皮肤灼伤或水中毒的痛苦。我希望我不必闻到空气中释放的恶臭。我希望我所爱的人能够照顾我，就像我照顾他们一样。是的，我关心你们每一个人。我提供食物，我提供水，我提供空气。所创造的一切都完全适合您。但你在我表面和内心所做的一切已经严重破坏了我的平衡。我不会惩罚任何人。我没有伤害任何人。你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会产生反应，正如你所说，他们会带来痛苦和一切不好的事情。我什么也没做。是的，我需要转化你放在我肠子里的负能量。转化战争能量，转化在我身上所进行的杀戮、牺牲的能量。当我转变这些能量时，我就获得了提升的力量。如果不转换它们，我就无法提升。这个过程没有回头路，没有办法停下来。没有任何物质、解药可以让我的扬升停止，因为它是由父神母神决定的。你们每个人都将根据自己的选择，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这个过程。我爱在我身上行走的每一双脚，每一个踩在我皮肤上的人。很多人不这么认为，但我知道每个人的能量。我知道你们的想法，我知道你们的感受，因为你们都是我子宫里的小孩。他们拥有我所拥有的所有元素，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适应这个星球，
否则人类早就屈服了，因为食物不适合它。你找到了许多其他的方法来养活自己，而今天你要承担后果。他们为我创造的完美蔬菜下了毒，这样他们就不会腐烂，所以他们可以保存更长时间，或者说他们在农作物中生长得更快。所有这些都会对他们的身体产生影响，因为这些不是我创造的食物。就好像每种食物都含有一把锁，而你的身体掌握着钥匙。当它们连接时，来自纯净食物的所有能量都会传递到它们的身体，带来平衡和健康。所以今换了，你的钥匙不再适合它们了。就好像你吃了食物，它对你的身体没有任何作用。它离开的方式与进入的方式相同。平衡与健康在哪里呢？他们不会留下来。你们越来越毒害自己了。所以，我肚子里的孩子们，不要因为任何事责备我。你改变了一切。在你的设想中，你尽一切努力让事情变得更容易。不管这种轻松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平衡和更多的疾病。不幸的是，这就是你今天所拥有的。但这一切正在改变。当我扬升时，我的身体只会产生纯净的食物，不再被污染，不再被改造，一切都会有适当的时间生长、发芽、茂盛、结果，不匆忙，不改造。不幸的是，我必须说，你们今天吃的或喝的没有一样是纯净的，除非你从大自然的水源获取水。在无人居住的地方吃食物，这些食物只是来自地球的能量，以自然的方式种植。是的，你可以尽情地吃这些，因为它们含有我的光与爱的能量。相信我，我的孩子们，需要改变这么多事情让我很伤心，但这是必要的。直到最后，当我实际上100%处于第五维度时，情况都会如此。谁准备跟随我，或谁已经跟随我，都会跟我一起到达。不幸的是，其他人不会留在这个星球上，因此这个星球的第三维度只会作为记忆，作为一个糟糕的记忆，在所有不平衡被创造的时候，所有这些不好的感觉都被散发出来。但是感谢天父、神圣母亲的爱，以及许多人的祈求，我们才得以升天、扬升。确实会如此。现在这个星球将继续提升得越来越高，因为只有那些真正无条件地热爱他们所行走的土地的人才会留在他的表面。非常感谢来自地球母亲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